万里长城的一位朋友说啊，朋友买了一台奥迪 A6， 想开了一段时间，觉得没有五开好玩，看看他的五开跟他换合适不合适。啊，我这是我见过的今天最有创意的啊展示号的理由，不用资源白嫖一波。这五开换奥迪 A6， 我操，奥迪 A6 05年的吧？05年前半身是帕萨特，后半身是桑塔纳，气囊全爆。怎么人家拿 A6 换你他妈七段四孔的帽子？啊，草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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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宝宝牛逼，宝宝牛逼，宝宝牛逼，宝宝牛逼啊！须弥牛逼，高廉牛逼，五个号全都是这样的宝宝吗？那如果全都是这样的宝宝，他肯定是五开的话带的是120级的装备。看，我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120级的破野狂攻满天花雨，弱点击破满天花雨，愤怒满天花雨，野兽之力满天花雨，五开还他妈带满天花雨套，武器还带了把简易，是一把弓箭。797除以个3加546啊，再加上个 8.3， 这把武器的话13段宝石的话819啊，戒指的话双伤害无爆，双伤害无爆。这五开第一个号呢是果子啊，9技能高廉敏虚，哦，须弥造型还好，还有青蛙死锦衣。第二个号是化成四啊，基本上化成四都是一个队伍里五个人最垃圾的那个啊。啊，这个化成四的话，大多数情况是以魔化成的啊出现，但是也可以治疗。其中一个帽子就已经达到了15000，人修全满，宠修全满。刚才那波是暗示梧桐吗？不是暗示啊，我就是不知道梧桐的身份证号。无底洞啊，无底洞该展示他的治疗和固伤硬件了，速度、固伤。他这五开杀六星没啥问题吧？8869124。挂机啥过分了？哦，宝宝也都很牛逼。老板，我实话实说，我觉得你不像五开，你像代练。是不是又拿老板的号出来装逼了？骗妹子上钩，这五开的号五个名字都完全没有共同点。你是队长，号贩子老心，建议直接上 A8 吧。啊 ，A6 是拦不住了，看看是不是一个帮派就知道了。夜舞倾城，红星打造。红星打造，红星打造有可能是一个啊，红星打造